尊敬的各位来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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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对对，好。尊敬的各位来宾，阿弥陀佛。今天上午我们有非常殊胜难得的机缘，有一场论坛。那么这个论坛的时间呢有2个小时，我们将通过全球的网络，我们将通过全球网络直播传送到世界各地，也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啊，网络前的观众都可以看到今天的现场。那么在论坛开始之前，啊，您先翻译一下。您先翻译啊。啊，论坛开始之前，我们先有请斯沃玛女子学校的校长上台致辞，我们欢迎。高一啊，马上那个马上来啊，今晚咱们啊。你要参与对马上的提供他们的感谢啊，对他们的评价他们的评价和地方的上台还有苏家团队里面他们的评价的因为那个安泰的大家他的如果是谁有的可能在那个地方上的话他刚才不用他的这个地方Insya Allah sudah mungkin dari sekarang arah yang pertama di semua mana bahasa ini sebenarnya arah yang pertama yang sekarang ini di arah yang pertama menjadi dua lebih kemudian dengan ini adalah kompresi. Sebelumnya saya ingin mengatakan Australia Bion yang disediakan Mahacara Cingkung Nahan Pahan Himan Mungkin dah dulu Lalu tak ada kesadaran di Nawasarai Satu generasi dunia di Nawasarai Bila ini di T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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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enia, Pasnala, Sima, Odini. 师傅，最后十分钟他们会举牌子。最后十分钟，还剩十分钟会举牌子。哎，马哈萨的进攻，那一班马哈萨的大哥为什么的？萨瓦尼的在里。阿布的，在那站的在做马哈的，乌诺汉斯的，奥迪卡尼的，萨瓦尼的。मेरे निकट बालाकी नवामी चंचुकामामी मेरा प्रदेशनाग प्रचार देने में दूर पहले से हर पुराव में लोग ये हम सेंटर में चंचुका ताक्षणिक मागी उन्हाँ से के जाकर देशना प्रचार देने में बाद देने जाने में रहना मेरा देनगर आपकी बार अस्तर करना ठीक है राज्य पक्ष में तो मागी यार आज मागी उन्हाँ Besar tapi itu sanggami. Apa ke? Tiada bersama sama tu rajaan manusia ini. Upatnya, budak tu upatnya, pilihan pena. Jangan terima mulut sih pilihan kita. Kita mau kau bawa ujian mana? Apa yang kita mau kau beri sama ini? Besar besar sama kami korang ini. Minta.
将听，给天使界的人听。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国家的总统马英九拿着把这通通邀请这个我们的老法师来到西南塔，也是来到我们学校来讲经给大家听。所以我们我是代表这个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非常欢喜，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西里兰卡所有的国家委员清楚这个波兰系，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有大家都对佛法生有产生的一种虔诚的心、尊敬的心。这个时候，我们信奉老和尚来到我们学校，开始讲经给我们听，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很难得的体会。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好好的注意听我们老法师讲经之后呢，我们学习到的所有的法可以应用我们日常生活上，所以我们大家都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老法师讲经还有我们学校的所有的老师们、所有的学生们，非常尊敬的欢迎我们老法师，定功老法师，之后呢，也跟法师来的所有的过来的辛苦人，也是我们非常热烈的、非常尊敬的欢迎大家，谢谢大家。好，好，我们谢谢校长，也谢谢法师啊。各位观众，尤其是网络前的全世界的这个修学同修啊，那么今天这个机缘非常难得。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位最伟大的教育家，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讲经说法在人间49年，今天我们的老法师讲经说法已经达到了55年。下面我们恭请大家全体起立，让我们以至诚感恩的心恭请师父上人升座讲经，大家问讯。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坐。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坐。在今天上午论坛开始之前，我们先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好，师父老人家是刚刚从巴黎赶到这里啊，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卫塞节庆祝佛诞的活动。那么大家就想请教老人家，关于卫塞节到底啊，在今天来纪念佛陀的诞辰有哪些重要的意义？然后呢，我们来有很多问题啊，向师父老人家请教。另外就是现场的观众，大家请注意，那么今天的论坛呢，在后半部分呢，会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机会。师父上人非常慈悲，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举手。好，谢谢大家。下面我们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尊敬的强地良国师，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学校的校长、老师、同学们，和佛门的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次
参加世界南卡所主办的，在联合国举办的。还剩下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你要来提醒我。还剩十分钟的时候来提醒我。办得很成功。我们这群人确实是与佛有缘。我记得在七年前，2000。您身上的麦子开着呢。啊，那个什么，那个你给我找一把凳子，我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第一次。小凳子，小凳子。继续。小凳子，小凳子。联合国的邀请，啊，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是泰国，啊，主办的，也是为纪念佛陀的卫生节。我们跟魏先生很有缘分，啊，那一次办得很成功，啊，那么邀请呢，我们做主办单位，我们把佛陀的教育落实在现代的社会所产生的效应，在联合国做了详细的报告，啊，那个报告。是8个小时，还有3天的展览，啊，影响很殊胜，啊，甚至于影响到全世界的。纪念卫生节的意义，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集成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智慧的教学，啊，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安身安心，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开启真实的智慧人生，啊，这是我们纪念卫生节最重要的一点意义，啊，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希望将来呢能跟他一样，啊，这个有没有翻译的？好，哦，有的，有的，好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实际上他久远就已经成佛了。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啊，《华严经》上有证据。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我们初学的人都不敢承担，啊，我们是凡夫，烦恼业障非常深重，啊，怎么敢当，啊，本来是佛？其实世尊所说的是真心话，啊，是真实话，不是夸张，啊，不是恭维，也不是妄语，啊，我们真的是。那么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也有智慧，啊，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就肯定人性本善，啊，把这一句话呢写在小学课本上，啊，小学一年级，啊，一接触这个教育，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啊，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一句话的意思
跟佛告诉我们的本来是佛，意思完全相同。啊，那为什么佛成为圆满智慧的人，圆满德行的人，啊，圆满幸福的人？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就是本性虽然相同，我们跟佛无二无别，但是习性那就非常大的差别。啊，所以《三字经》上第二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啊，其实习惯，习惯。染污了我们的自信，染污了我们的真心，因此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自信确实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在佛经上讲的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孝。那么无量功德，我们要问第一个是什么？啊，我们找第一，找根源。啊，万德万能从哪里生出来的？从一个爱心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细心去观察，就能看出来佛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啊，我们细心观察婴儿，啊，生下来一百天之内，为什么呢？这一百天他还没有受养，未受养物，它表现的就是天真，就是世尊告诉我本性。啊，所以人生百日体露真常。啊，看他什么？看他的爱。他虽然不会说话，他不认生，啊，到认生呢，他就被染污了，他就有分别了。我不认生的时候，他没有分别，他对于父母的爱，对于每一个人的爱，啊，甚至对于动物，对于植物，他的爱，那个爱是亲近性，那个爱是平等性，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真心。啊，可是那真心，我们出生下来，表现在外面，没有隐藏啊。啊，细心的人呢，都能观察，啊，都能看到，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不是学来的，没有人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细心观察，他对母亲的爱，啊，对父母的爱。对一切人的爱，一切众生的爱，乃至整个宇宙的爱，这个爱就是佛所说的大慈大悲大爱。啊，也就是西方宗教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这个爱是神圣的爱。啊，上帝爱世人，是上帝的爱。啊，是自性本来具足的爱，是一个爱，不是两个爱。啊，我们学了佛。
佛陀的教诲，才看出来，没有学佛陀教诲，我们是迷而不知，看到没有看到，看到没有体会到，没有认识到。啊，学了佛陀教育之后，心比较细，啊，看东西仔细认真，啊，细心去体会，哎，就看到了。所以，最原始的东西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啊，大乘教上佛常讲的，就在当下，啊，就在眼前。身人行人，他们看到之后，这个东西好啊，这是无价之宝啊，这是人的本性。如果能把这个本性保持，永远不会丧失，再加以发扬光大啊，所以会起这个念头啊。那么这就是教育理念的兴起啊。为什么要有教育？道理就在此地。那么教育第一个目标是什么？要把这个爱永远保持下去，一生都不会改变啊！那就是大乘教上佛常说的，一切法皆从真实心中做啊！佛没有变，要我们有真心、真爱，对人、对事、对一切万啊。那么佛不说这个爱字，佛说慈悲啊。为什么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爱，他要添加许多副产品在里啊？你比如说爱下面它有个情啊，爱情这就是染污啊，爱被情染污了，这爱就不是纯真的啊。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看佛一个字就点醒了啊，爱不可以有情啊，爱要什么？爱要有觉啊。所以菩萨这个就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有情。他是有情没错，他觉悟，他不迷惑啊，这就叫菩萨。那么在中国人啊，他没有发觉的觉的重要啊。中国人讲义，你看情义啊，义是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理或法也或情，是情理法三面都过道，这是好的啊。这在世间呢称为圣人啊，中国人称圣人、称贤人、称君子啊。这个是爱情里头有义啊，有义。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麻烦大，这个大在哪里？没人教啊。古时候有人教，古人懂得这种教育啊，可以说是
用现在的话是爱的教育，爱不添加任何负责任在里面啊，真正真正的爱啊。那么在中国教学大概有几千啊，最近200啊，在中国出国，前面的100年是满清最后的100年，慈禧太后执政啊，他疏忽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啊，自称为老佛爷啊，这个是很不恭敬的，把佛放在两边，他自己坐当中了，跟过去历代帝王不一样。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啊，都称佛为老师啊，佛是我们的本师，自己称弟子是学生啊，跟佛是师生关系。慈禧太后不是的，她是主人，佛是客人，外的两旁啊。那么由于上行下效啊，这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子做法，大家对于三宝，对于儒道那种恭敬心自然就降了啊，就开始下降。到满清亡国啊，民国建立之后，问题就更严重啊。满清末年还有人讲，没有人做啊，依教奉行的人极其稀啊。到民国建立之后，可以说做的人没有，讲的人呢也稀少啊。民国初年还有一些啊，二次大战之后没人讲啊。那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中断啊，至少中断了半个世纪啊。半个世纪时间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啊，所以我们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衰了，唯恐这再衰下去就会走向灭亡。那灭亡对整个人类是最严重的损害啊，所以有极其少数的人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啊，全心全力来把传统文化怎样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传承下去啊。那么这个就是要搞教育啊。那这个教育啊，传承文化的教育有一定的困难啊。为什么呢？这一个时期科学给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啊，有形无形，自然受它影响啊。影响最深的是怀疑啊，怀疑对于传统的神学，对于佛法的沉船是最严重的伤害啊。中国近代的一位大师啊，这个我们也是称赞他，印光老和尚，民国初年啊，我的老师是他的学生啊，所以我们也是集成这个印光相学家啊。祖师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基础呢，要靠诚敬、恭敬心，你才能学得到。啊，一分诚敬
你的一分钟你学到了，十分成就你就得到好事了，啊，百分成就你得到这个，这万分成就那你就成功了，啊，完全是真诚恭敬。那么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真诚。首先，自信心没有啊，我们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自信心啊？自信什么？相信自己本来是佛，有没有这个信心？没有吧？我一个都没遇到，那都说我是凡夫吧，我烦恼很多啊，我习气很重啊，啊，怎么敢承认自己是佛？自信心失掉了，啊，自信失掉了，对人也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真有这个人吗？啊，这个经典真是他说的吗？啊，通过翻译的翻译可靠吗？所以问题一大堆呀，越来越多。这不是对于我们学习严重障碍，这些障碍要不排除，我们门都进不去了。啊，第一次我们的缘很殊胜，参加巴黎的活动，最后一天，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最后一天，我接受巴黎汉学院的邀请，啊，去访问，啊，见到了诺贝尔教授，啊，这是现在在欧洲汉学最有权威的一位老教授，啊，跟他见了面，还跟他的一些学生都是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啊，参观这个学校，参观他们图书馆的收藏，啊，给他们做了2个小时交流，非常欢喜，啊，将来在汉学呢，我们可以合作，啊，那么我在之前，2005年、2006年。我去参观英国，啊，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那么这些学校都有汉学系的学生，啊，也是欧洲汉学的学生，啊，没有想到昨天遇到的时候，那是欧洲汉学最早，他们的学校的建立是在清朝时候建立。啊，那个伦敦那边建立是民国初年，所以这个历史这么久，我就看了很欢喜。可是他们受的这个西方科学的影响就更深。啊，我们说汉学现在管用，啊，可以带给我们一生的个人的幸福、身心健康，啊，带给我们家庭的美满，啊，幸福家庭，可以带给我们繁荣的事业，啊，带给社会安定，带给国家繁荣的世界和平，他感到欢喜。啊，那我们有这个学院，啊，我们过去在当时做了3年试，啊，证明真有效果。啊，吴总这次跟我们一起来，啊，那么他是个企业家，跟他们交流，说用企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企业，非常成功，啊，这都是他们还没有想到。
啊，那么昨天我把全书之钥送给他们，他们没有跟我说。啊，这是1400年前唐太宗的时代。啊，汇集祖宗真实的智慧，啊，理念、方法，关于哪方面？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经史、子集、子典、集美，从这三种里面，啊，收集一些精华，啊，编成一本书，叫《全书治要》。这个职是治国平天下，啊，大概有50万字。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把它翻成万字，对全世界人读。啊，那么这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啊，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要分哪个国家、哪个族群，不必分别这些，我们把它看作是全人类。啊，人类的祖先留给后代的，啊，珍宝，啊，应当认真努力学习。啊，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成立一个汉学院，这个汉学院目的就是培养老师，啊，汉学典籍保存得非常完整，啊，可是要有人去学，要有人去教，啊，教的人必须自己学到，啊，自己没有认真落实。不能教育，为什么？那里头有疑惑在，啊，那就是障碍。自己没有疑惑，才真正能够得受用。啊，曾经有人问我，啊，中国唐朝。禅宗非常兴盛，啊，出来一个慧能法师，啊，慧能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智慧开了之后，佛的经教一念给他听，他完全通达明了，没有障碍，可以讲解给你听。告诉你怎样去修持，你想问的是什么？啊，那么这就是一般所谓无师自通。啊，这有可能吗？佛告诉你，有可能，而且人人都有这个能力。你现在不能无师自通，是因为你真诚爱心里头掺杂很多垃圾在里面，啊，不干净，被染污了，所以智慧不能现前。你把这些掺杂的通通清除，最后纯真的爱心，它就通，自然就通，就领悟到了。啊，我们细心观察，佛说这些道理，他做实验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成佛讲华语，讲法华，讲般若，谁教他的？没老师。啊，我们就晓得那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里头第三句就是就讲这个事情。啊，能大师告诉我，他见性
就见到真经，真经是什么样子啊？第一句话告诉我，本自清净，本来自然清净，根本就没有染，这真经。那我们今天染污是烦恼，烦恼不是真性，真性里头没有烦恼，真性里面没有怀疑，那就是贪嗔痴慢疑，真性里头没有啊，妄心里头啊，迷了之后，从真性变出来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为什么叫做妄心？第二句话就显示出来，真心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无量寿啊，每个人都是的啊。妄心是生灭心，有生有灭，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我们应当把假的放下，把真的发掘出来啊，这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实力啊。第三句话讲呢，本自具足啊，具足就是圆满，没有欠缺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所以佛法不向外求，向内求啊。外面是十变啊，外面一切都是生灭法，就相是假，性是真啊。性虽然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啊，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它能够变现出这三种现象，科学家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是心性实变，心性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名词，阿赖耶识掺进去之后才有这三种差别啊，讲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理现象，讲的啊，这从染污的地方啊，自信都没有啊。但是染净不二，染净一二，这就讲得很高啊。防不防感？不防感啊，真心和妄心，真不妨碍妄，妄也不妨碍真啊，所以它可以同时存在啊，互相不会扰。那么真正有智慧的，可以能够利用它啊，用真心自己享受，用阿赖耶可以度化一切众生啊，是一个布施八十年。八相成道的时候啊，49年教学，那是十变啊，心性十变非常巧妙，用的灵活融通，毫无障碍啊，这就是高度智慧啊。佛要我们学的是主宰是真心啊，这个阿赖耶识化识而生的心所啊，这是等于是我们下面的干部啊，过过情话啊，认真去执行啊，把这个宏法一生的事业做得圆圆满满啊，这才叫真实之法，真实的利益啊，完全符合真心啊，真实之际就是
啊，我们要做居有钱，不能做迷有钱。那么现在呢，不但迷得非常严重，啊，变成了什么呢？变成那个情底下的，它加上了欲欲望，情变成欲了，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无我不足。啊，所以今天在佛法里头，佛法的教学，啊，我们肯定呢，佛是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啊，他把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真正讲透、讲明白、讲透，啊，跟现代哲学、科学逐渐逐渐接近，啊，尤其讲讲阿赖耶的三细相，被现代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那么这些科学家听到佛所讲的，感到非常惊讶。啊，为什么佛在三千年前就把宇宙的奥秘说出来，我记住了？啊，现代的科学家拥有高度的技术，啊，精密的仪器，啊，再加上高深的数学，才发现这些东西。古时候没有，什么都，他怎么知道？而且知道的比科学家知道的还要清楚，啊，还要真实。所以科学家们就想，应该人类有一种本能。啊，那么现在人把这个本能丧失掉，这个看法是正确。啊，人确实是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是清净心，在佛法称它做禅定。啊，定从哪里来？佛教的不仅是释迦牟尼佛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成佛之道，啊，他们是怎样成佛？成佛之道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佛陀的教育啊，离不开。啊，虽然它分有五识，啊，五识第一识是华严识，啊，华严识是佛在定中讲，我们凡夫不接不闻，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承认，说大乘非佛说。啊，一般人承认是佛出定之后，在鹿野园为五比丘讲小乘法，啊，讲阿含，啊，阿含好比是佛的小学，我们现在的小学是六年，佛的小学是十二年，啊，比我们加强了一倍。这个都是我们要很细心的去体会。为什么小学要是扎根重要，根本扎好，往后会出问题。它的根是十二年的根，啊，小学毕业之后再办中学，基本上中学是方的。八年，
比我们现在时间长，我们在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佛是八年。啊，这个八年，下面从小小乘提升，啊，上面呢为大乘做准备，就预科做准备，啊，所以这里谈到真正基础教育，佛是二十年。啊，然后才说大乘，啊，大乘叫般若，啊，般若经讲了22年，嗯，由此可知，佛说法49年，般若差不多占一半，啊，这是大学，啊，最后就办研究所，啊，研究所什么意思呢？告诉人人可以成佛。要把这句话兑现啊，是极深成佛啊，这就是法华八年，研究所八年啊，佛一生教学，我们世间人看四个阶段，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啊。那么深入经藏之后，他会承认第一是法啊，那么最后回归的法眼啊，法华和法眼是一不少啊，所以世尊一生的事业是教学，我们纪念为什么真正的意义啊是感恩啊，我们首先感恩佛陀世现在世间，他要不来，我们永远轮回在六道，不可能有出六道的那个机会啊！小乘就超越六道啊，四果阿罗汉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他在十八界升闻法界，是不是？啊，也慢慢提升，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去仔细去观察，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全世界，联合所有不同的宗教，我们提倡。宗教是佛教啊，提倡所有的宗教都应当啊学佛经啊，为什么？佛法是师道啊，佛是老师啊，一个天主教的信徒啊，上帝神在他们说是我们的父，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啊，玛利亚是圣母啊，母子关系，父子关系，那跟佛呢不是，跟佛是师生的关系啊，你看我们称佛本师，我们根本的老师啊，这个很显然啊，我们关系是师生关系啊，一个人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不冲突啊，是所有宗教跟佛教没冲突啊，所有宗教你在家都有父母啊，你上学都要亲近老师啊，啊，所以佛教寺院庵堂是学校啊，它不是教堂啊，性质不相同，到这来学什么？大家学智慧啊，学规矩，戒律就是规矩，懂得规矩，我们这一生这个生活会过得很美满啊，就是题目上讲的人生守规矩，身就圆，守规矩心就圆啊，我们不做亏心事，不
不做害人的事情，啊啊，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大的，啊，没有做伤害，啊，我们遵从佛陀的教诲，啊，佛陀的教诲延续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一般讲2557年，可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那超过3000年，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佛陀出生，周昭王24年，佛陀灭度是周穆王53年，照这个计算上佛陀故事是80年，啊，中国人讲学岁80年，啊，教学49年，啊，一生的事，他不出世，我们永远在黑暗，永远迷惑颠倒，怎么可能救我？啊，是他教导我们，啊，这是第一个纪念佛陀，啊，降生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恩德。对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众生的大恩大德，啊，第二个就是他的生活行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典范，啊，是一个最好的样子。那也就是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啊，知足常乐的环境里，啊，他做到了，做给我们看，啊，这个一生。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啊，佛陀一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没看出来，经过老师详细给我们分析讲解，我们逐渐才明白，啊，佛一生没有忧虑，佛一生没有烦恼，佛一生没有牵挂，你说人能够做到，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天能够吃饱，能够穿暖，啊，树下一些日中一时，你说他多自在，啊，他多么知足。啊，三衣一钵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自在无碍，行云流水，啊，这种生活充满了诗意，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在家学佛，虽然拥有功名富贵，要像佛一样看破。啊，有好，没有也好，都不要放在心上。那你在家跟佛的出家享受的境界是平等，那就在家佛了。啊，佛法是非常活泼，非常的生动。啊，所以经教确实能够摄受人，你要真看懂了，真看明白，欲罢不能，认为什么？这个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一点都不错。啊，那么在中国，佛法没到中国之前，啊，佛法传到中国是公元67年，啊，2067年2000年，啊，还没有到六七，还差30几年。啊，那个时候中国人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跟大乘经对比，有很多地方相同。啊，所以让我们后学的人对老子、孔子的看法，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再来？为什么说的那么像，说的那么近？啊，你看儒家讲五伦，啊，五伦是讲关系，啊，关系一定要懂，那是规矩的根本。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把人与人的关系讲尽讲透彻，啊，这五种关系处好，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啊，一定要讲清楚讲。啊，佛法的伦理比这个意思更深，啊，因为中国讲的一家人，啊，我们整个人一家人，大乘佛法讲一体，一体比一家更亲密了。啊，整个宇宙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一切万物好像我们人身的细胞一样。啊，那细胞都是自己的，没有分别，所以他讲一体，比中国老祖宗讲的更亲切。啊，一家人而不是一体，啊，佛讲的是一体，啊，所以佛的慈悲是没有人能够相比，他是一体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有条件，啊，那个爱没有条件，真诚的爱心，爱整个宇宙，爱一切众生，这是佛的教诲。啊，我们要把这个发扬光大。啊，那么佛教我们无戒，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么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叫无常，啊，常是永远不能改变，啊，五种德行，啊，第一个仁，仁就是仁慈，仁爱，也就是不杀，啊，跟无间的不杀的意思相。第二个是义，啊，义是一切思想、理念、言行，啊，如理如法，啊，合情合理，啊，这叫义。这义就决定了不会有偷盗的行为。啊，义它相当于五戒里面的不盗。啊，不盗讲到最深层的是决定不许可占别人的便宜，如果有占人便宜的念头就犯了盗戒了，虽然不去做，那就是大乘，大乘戒是论心不论事，啊，起心动念那就犯戒了，
小乘见是论事不论心，不管你的念头，只有你行为上没有办法就可以。所以小乘见容易修持，大乘见很难。起心动念解决，理不念，智是不饮酒，心是不忘。所以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佛法讲啊，不道这个不杀，不道不言，不忘人，不饮酒，意思完全相同。那么今天这个社会问题严重出来了，无常问，无戒问，杀生食肉，这是大乘经不赞成，佛不赞成。那么现在的社会，照中国人的看法是不仁，人们人没有爱心，不知道爱别人，不义，总是要占着损人利己，这是大不义，无理、无知、无信，不相信。那么这五种都没有了，社会就大乱了，就进行乱世怎么来？教育，教一些科学技术的方法，没有教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伦理的教育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因果的教育没有，宗教教育也没有，就社会不仁。我学佛62，讲经教学50，看到这个世界很痛心，这怎么办？所以这一次我在参加联合国的活动，给我2个小时讲。我的题目是人心坏，社会乱，怎么办？我讲人心，去年年底，强迪马霍斯，经过他的安排，请总统邀请我来访问。以前我没有来过这里，对这边情况不了解。来了之后，这9天的访问，我感到非常惊讶。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线希望，有一线光明，就在斯里兰卡。看到斯里兰卡的佛教它落实，别的地方佛教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没有做，斯里兰卡人民他做到了，这太难得了。在这个地方真正看到佛陀教育是什么。所以我来了之后，我到处宣传，希望大家都到斯里兰卡来看看什么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要向斯里兰卡学习，每一个出家人都能够讲经教学，如同佛陀在世，所有的比丘都有教学的能力，也都有教学的义，个个人都非常慈悲。
啊，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可以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学，这社会就有救了。那么在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科学给我们造成的这个疑惑啊，我们对于无神论也不相信啊，这个现象普遍存在，存在在学术界啊。大学我曾经教过物理，只能做一些研究啊，没有办法把佛陀教诲的落实到生活啊，落实到处事待人情啊，那要怎么办啊？那么现在科学的精神，他们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啊，你说传统教学可以能够治国，可以能够安定社会，你拿证据给我看啊。我们也是因为这桩事情，所以在汤池小镇做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不敢想象啊。我们的老师全心全力来做好样子啊，做成之后我告诉老师，我说我们要谦虚，我们要修让的啊，是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不是，谁做出来的？三皇家师，祖宗保佑，人民合作，我们叫人民，人民肯干，是他们的合作才有这个成绩。我们叫他，他不肯干，那就没办法嘛。啊，就方方面面，大家的力量集中造成，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我们自己有道德有能力，不是。啊，这样做，那我们就有罪过，啊，不可以这个念头，要虚心，要学习。啊，老祖宗让我们做成功，教给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才能增长。啊，即使以后说话的胆子也大。最初人家问我，这个是理想，这不能落实，做不到，我都不敢讲话。啊，为什么？我自己也怀疑。啊，做出榜样之后，我的声音就大了，不怀疑了，我的话就很肯定。啊，所以接着我就想，真做出来了，我们做出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做成功了，这一次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我觉得很满意。啊，大家前面都很有收入。澳洲图文化做出啊，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十二年，啊，这也是来庆祝。天乐云间，啊，所以有示范城市出来啊。这一次我们做报告，我们在希望过几年呢有个示范国，示范国家给全世界做示范啊。示范国在哪里呢？就在斯里兰卡。啊，我跟总统建议，总统听得很欢喜，他说我们努力来做啊，希望是这个国家不追求高科技，追求生活的品质，追求人生的幸福，追求智慧，追求福德啊。那么这两大一相比呢，
外国的国家虽然很富有，他的生活过得很痛苦，他不快乐。我们这里没有他富有啊，我们过得比他幸福，比他快乐。啊，这样让他们好好去反省，好好去这些去慢慢来改变。啊，方便。我们是一生要快乐，还是要痛苦要受罪？啊，你看很多富有的人，家财都是几千亿的，啊，但是晚上不吃安眠药不能睡觉，呵呵，好痛苦。我都遇到过，啊，他没有我快乐，他没有我幸福啊，啊，他每一天操多少心，管多少事，啊，像我的一生，啊，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三不管了，你说多自在。啊，每天的工作就是读书，住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啊，跟大家同学在一起分享，就是这种快乐。啊，所以我第一个感恩老师，我要没有老师指导，怎么知道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佛教的经典。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让老师介绍给我，啊，他告诉我，第一天第一堂课，佛经哲学，我很怀疑，不是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原来哲学，啊，老师说你年轻的，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最有福分来的。啊，那么我学了62年，告诉大家，老师的话是真的，一点不假。我说我受用到，啊，我真正受用到，啊，一点都没有说错，啊，所以。我讲经没这么大的讲堂，很小的声音楼，啊，真的人只有几个人，不到10个人，啊，很小。但是我们是现场，就是网络直播，全世界可以收看到，啊，卫星直播，啊，那外面在卫星在网络学习的人就多了，就太多了。每天我们4个小时上课，啊，那么将来如果再有几个，啊，学得很好的，我们多找几个人，我们这个播放的时间是24小时不中断，啊，大家一起学习，啊，如果有个示范的国家来带动，啊，用国家的广播电台给全世界播放，我相信一年这个世界的社会难免，啊，3年和谐世界就出现这个工作，啊，可是我们找根源，饮食饮食源头在哪里？源头在学校，在校长，在老师，在同学，啊，他们做起来是这个才能成就，啊，整个社会的案例那是花果，啊，所以我们对老师要第一尊敬，啊，要对像佛对佛一样尊敬，我们是学到很多，啊，那么大概有1个小时，是不是？后面我们就要来。后面我们留到解答问题。好，感恩师父老人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全世界网络前的观众，我们现在是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
斯巴沃女子中学向大家呢来直播这个论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些问题啊，要向师父老人家请教。现场的观众，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们现在可以考虑，一会儿呢，请大家举手。啊，这个是难得多生多劫，我们修来的这个福报，能亲自向老人家提问题。下面呢，我们首先有问题啊，向师父请教。师父，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司马沃女子学校，请教您老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佛教里有没有专门对女子的这种教育？他不是专门的佛教，大小乘经里佛对于女子的教诫很多很多，讲的很多，都散落在各个经教里面。对，经论当中都有说到。那么我们知道师父老人家这是第二次受国师和总统的邀请来到斯里兰卡，那么这一次呢，师父老人家是这个老人家87岁高龄啊，从巴黎赶到此地，受总统的邀请啊，来讲经教学一个月啊。那么很多观众呢，听到您老在讲经的时候，赞叹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是全世界难得的净土。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女子学校，看到斯里兰卡的女子，想向您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这里的女孩子乃至于成年的女子，她们非常的干净，没有世间的污染，而且呢还接受佛陀的教育。那么请问这样的女子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有什么意义？对女子的教育的重视，佛陀跟中国古圣先贤几乎是相同的啊。中国古人教女孩子那个严格要求的严格超过男孩子啊。为什么？他关系整个国家的男女，关系整个人的幸福与否啊。因为中国古时候讲伦理，讲五伦，五伦里面讲一个夫妇有名啊，夫妻结合组成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个任务，一个是现实的什么物质生活啊，这个工作是男子先生他负责啊。第二个呢是传宗接代啊，是相夫教子，是妇女他的义务。这两个哪个最重要？我们就晓得传宗接代重要啊。如果家里头没有好的孩子出来，这个家就没有前途。家庭里面要出贤、出圣贤、出人才，全靠母亲啊。母亲是教学第一代的老师啊。为什么？从什么时候教起呢？从怀孕教起，孩子没出世怀孕，在中国古人上讲得好，很好啊。怀孕的时候有怀孕的之力啊，就是有怀孕的规矩，怀孕的教学啊。这10个月当中，母亲念头要端正，不能有邪念，不能有恶念啊。
为什么起心动念呢？影响开啊，言语要柔和啊，不能暴躁，跟他不能够吵架，好的，孩子受苦了，他说坏了，而且要为保护他呢，这十个月的时候要受忍无可避，要处处都能忍，处处都能让啊，让这个小孩领受正气啊，言语动作啊，一举一动啊，都要很安详，这爱护这个孩子啊。孩子出生之后，母亲父亲这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啊，在他面前言语动作都要以礼来要求，不合理的绝对不能做啊，不要让他看到，因为小孩出世眼睛张开他就会看，耳朵他就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在模仿啊，所以一切不善啊，这个不能让孩子学习的通通要回避啊。那么时间多久呢？一千天，就是从出世到满三岁啊，这个三年。中国古谚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砸下来的根啊，砸下来八十岁都不会改变，这个教育叫成功的教育，是不是？这个根是母亲打啊，老师是借助母亲在帮他成长，这个根太重要了啊，这个根使一个家出不出人才的时候，这个源头在此，所以对女子那就特别认真啊，特别重视，而且对于妇女是特别的尊敬啊，读中国古书他知道啊，不使男女啊有其他的差别，他过一个任务的不相同啊，这个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都希望下一代是善人是贤人是好人啊，是国家优秀的公民啊，他的目的在此。师父，刚才我们来到这个学校，等待迎接你老的时候，我们看到边上有两个教室，里边教的这个小孩子呀，大概有四五岁，都是女孩子，应该是女子幼儿园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都没有听说过女子学校。请教您老，是不是在今天这个社会还有必要在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成立自己的女子学校？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别长根教育，你出家人一定要有戒律学校啊，没有严格戒律的这个训练的话的时候，成就很难啊。现在出这个佛门里头没有人才，主要就是论戒啊，我们也很难得发现一个专门学戒律的法师啊，跟我也有缘分啊，三十多年前这个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师在台湾台中办了一个内联研究班啊，这个研究班相当于研究院啊，入学的条件是大学院啊，那么接受四年佛儒的教育，以佛为主啊，儒是佛经啊，那么也不只有八个学生啊，六个老师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个时候我教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啊，八个学生现在都在，他们都66岁，是学生66岁啊，而今年年初来看我
我们三十多年没见面啊，来看我的小孩出家了。我知道有一个同学出家了，不是你家啊。我们告诉你，出家之后他就专攻戒律，学习戒律，依教奉行三十年。今天讲戒律大概在全世界是第一个，再找不到第二个。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世清净，其义自见。就是啊，我们看到啊，我到特地到台湾参观他的道场啊，看到严肃整齐，是个非常儒法的道场，见不到第二个啊，所以跟我的悟弘法师把定好，我把他送到那里去接受戒律的训练啊，让他到那里好好修五年戒啊。如果没有戒，就是没有根，就是没有根。有这样的机会，肯定不能放过啊。所以扎根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比它更重要啊。根深蒂固，将来枝叶花果一定美好。师父这次陪您去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有的成员告诉我们，在法国回来之后啊，很感慨，那里边的女子啊，很年轻都抽烟的，而且怀孕之后，医生告诉她你要继续抽，她已经是要做妈妈了，医生还要告诉她继续抽烟。这个抽烟穿名牌，这是全世界女子的时尚。您老多次在讲经呼吁世界各地的有缘人多到斯里兰卡来参观学习，那么很多女子或者很多人到这里来，看到斯里兰卡的女子非常淳朴啊，又很安静，但是没有名牌啊，也不时尚。他们会问您老，我们到这儿来向这些女子学什么，他们这么落后啊。学幸福，学幸福，学知足，学智慧，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到这儿来学人生最高的享受。师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台上啊，有一个标题叫安心安身生活之方法。没错，就学这个，到斯里兰卡学这个。他们的身心都不满啊，浮躁。师父，他们这个浮躁，您分析啊，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爱底下它里头附添的东西啊，有情有欲，这就问题出来了。就是爱后边有情有欲。对，不错。哎，你看菩萨，他有爱有情，他有觉。具有情啊，这是菩萨啊。那中国的时候，这个教育的时候，它有义情义哦啊。现在情欲都不得了了，这个麻烦大了啊。那个爱是纯的，是纯真的，无妄啊。添加的副作用都太多了啊。今天这个欲望可不得了。七情五欲啊，这个就很难救，所以要大家救。师父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这个爱后边的这个情和欲，是让心和身不安的原因？没错，没错。那观众就想请教您老，就是安心安身，现在全世界从领导人到百姓都想得到，原因就是这个情和欲。没错，没错。情很难断，那么在佛法上叫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很难断。情用现在话说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情
啊，或者就看东面之后是什么，啊，是觉，那就是无量菩萨，啊，是意，就是世间圣贤，是欲，那个麻烦就大了。师父在昨天此地的明华法师也提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佛法我们学了很多，包括普通百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用到生活当中去。比如说您老刚才讲这个欲会害人，对，您老能不能慈悲开始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怎么断欲？远离七情五欲。远离七情五欲。对，七情是喜、欢喜。欢喜。怒。啊，喜怒。怒。哀，悲哀。悲哀。乐是快乐。那是欲望的爱，啊，欲望的爱，啊，对，你看现在人说，爱财，爱色，爱名，爱利，啊，他爱这些东西，这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是，啊，这个很苦的，是，哎，啊，后面就是欲望，物，啊，物是讨厌，不讨厌，对，这是你心不平，你的心不干净，啊，清净心失掉。平等心是吧？清净平等是真心，阿罗汉的心是清净，菩萨的心是平等，平等没有分别，清净没有两物，没有两物，没有分别，这个心就是真心。你所说的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出家人，就是普通人，所有人，对，所有人要远离您老说这个七样东西啊，对，喜怒哀乐，哀乐爱恶欲，那个欲就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欲是财色名食睡，远离这七样东西，没错，越淡泊，哦，那就安心和安身就做到了，心越安，身也安，身安没有疾病，心安没有烦恼。所以劝外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这，这是外人学不到的。师父，我们前不久看到新闻呢，在中国的深圳，在城市里边呢，突然马路啊就下陷，那个深坑大概有4米多，很大的一个坑，那么当时下班的工人呢刚出门一下就陷下去了，现场就活埋了5个人。像这种地陷的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科学家、专家、学者还有领导人都找不到原因，所以他们很难的身心都能够安定下来。那我跟他说了他不相信啊，我知道原因了，你说他不相信啊。您老知道原因？这佛经上讲的，贪嗔痴慢疑，这出问题啊！我应该告诉你，贪欲感应的这个我们环境水灾啊，江湖泛滥啊，海啸啊，这一类贪感这个东西，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啊，地球温度上升，这个都是嗔恚。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就是地陷下去。怀疑是地陷。哎，山崩地陷是怀疑。山崩地陷的原因是怀疑。师父怀疑的是什么呢？怀疑的太多了，连刚才讲了，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问信心，怀疑父母，怀疑兄弟，啊，怀疑同僚，啊，甚至的古圣先贤祖宗全怀疑，宗教怀疑，佛菩萨怀疑，没有一样他不怀疑。师父，您老刚从联合国回来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科学啊，给科学下的定义，第一个标准就是要怀疑，这是联合国定的。
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灾难是他造成的。决定不能回，要相信自己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要自己认真反省，外面没有事情，问题通通出在自己啊，出在我们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净是染是善是恶，这个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染污的要放弃啊，不善的要放弃啊，这就对了。师父，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每个城市的那个广告牌呀、啊，包括公共汽车上都有，那些都是刺激人们增加喜怒哀乐爱物欲的。对，整个世界潮流都是这样。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教育非常困难。啊，第一个，母亲不知道教孩子，胎教没有。啊，成长三年这一千天扎根的养耳朵。那么从小眼睛睁开就看电视，啊，上了小学就看网络，这个里面染污比什么都严重。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黄宗友先生告诉我，他指着电视，那个时候电视是黑白电视，彩色的那个黑白电视，他就说这个东西你要注意。他能毁灭一个国家，也能复兴一个国家。啊，他是中医，啊，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看你怎么用它。用播出的内容不妥当，会消灭一个国家民族；播放仁义道德，还会救一个国家民族。所以这个东西要严格管理，这个监管。啊，所播出内容要经过审查，啊，这是什么？国家领导人他急功近利，他要是能把这个不善的都淘汰掉，善的提倡起来，他救了全世界，他就是救世主。啊，如果他播放的这些通通都是杀到有望者，那他毁灭全世界，他是魔王。嗯，师父，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街道上啊，就很少见到这些刺激性的广告。对，那您觉得这是政府他的知见是正确的，领导人知见正确的？对，我们看到不妥当地方给总统建议啊，他请随时随活的啊，人们满面笑容他能够接受。我建议他办个宗教大学，办一个佛教大学，佛教大学培养佛教的师资，啊，宗教大学联合全世界的宗教，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希望能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他都很乐意。我提出这个，在斯里兰卡办，这应该是世界第一所哈，宗教大学。师父，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很多观众，还有从国外赶到此地的，可能也有观众想向您老请教问题。啊，好，那一位，请声音大一点，谢谢。不，你让他写纸条。啊，写纸条。对，那写的传给你。好，啊，这个离得近，好好好，老家递我一下，谢谢。师父，他这个问题比较多，我给您读一下啊。首先呢，是他们是来自中国北京的全体的净宗同修，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十吉祥。而且呢，祝斯里兰卡辛勤的义工还有各位大德六十吉祥。他们头一个问题啊，就是保任之后，这个词是佛教的一个学佛的一个词，叫保任之后需要闭关，一般的应该多长时间之后啊，去较多的接触社会，像善财童子那样去参访各个行业，闭关之后什么时候呢该出来？
这个事情时候有，现在做不到了。闭关的目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见性不能出关的，这个很难做到，那成佛了啊。所以真正在现前这个时代修行能够得利益的话，无过于念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选择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就是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下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还是听佛的教啊，用念佛的法，念佛法呢在这个时代能行得通，它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啊。念佛可以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跟闭关开悟这个境界是相同。好，师父下边还有问题，就是这位观众说，您老人家曾经在《净土大经演义》当中讲到，净土法门把明心见性的彻悟是放在往生西方极乐之后，那么请问得一心之后是以专心念佛少接触社会，还是以好好的待人接物，在社会实际工作当中去立誓练心？他说怎样把握这些修行的方式？得一心之后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为什么你智慧开了，你自己全明白了。师父您的意思就是说得了一心之后这就不是问题了？全明白了。那他在没得一心之前该怎么办？老师念佛，念佛，对，得一心之后全明白。好，师父我接着问问题啊。这位观众说，得一心念佛在念佛的数量和念佛的方式上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最重要是放下，要放得下。你为什么不得一心？就是因为你没放下，真放下就得一心。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放下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清清楚楚，听得清楚，看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一业心。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四业心。啊，起心动念，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跟阿罗汉平等，没有分别跟菩萨平等。但是菩萨的级别很多啊，程度高下不相同，通通要放下，不放下不行啊。一定啊，昨天这个罗贝斯教授啊谈到天台的空想中要不用啊，空是讲体啊，讲本体啊，体在哪里呢？体变一切处，变一切时，没有体哪来的形象？就像是一体而生啊，体是空，为什么说空？它没有现象，它没有自然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有精神现象它有，所以说它是空。空不是无，不能当无讲啊。为什么？它能现现象，它什么都能现啊。所以它现现象的时候要知道所现的相叫假相，它不叫真的啊。为什么？那个相它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是假，就不是。无论这个相存在时间多长，它只要它有生有灭就是假啊。可是
学佛呢要懂得用中，用中呢我两面我都用，两边都不执着，都不要放在心上啊，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叫造业，不放在心上叫积功德啊。那么做一桩善事不放在心上，这是善的功德；做一桩坏事不放在心上，这是恶的功德，都叫功德。看，如果放在心上上，就叫善业恶业，就不一样啊。那个恶不放在心上，恶的功德能度恶人。你看菩萨要到畜生道度他，要现畜生身；到恶鬼道去度鬼，要现鬼身；到地狱道去度众生，要现地狱身啊。所以菩萨先事先里头有这些能量，有善的能量，有恶的能量，所以他能够恒顺一切众生。师父，您说现在人要放下，您常常讲放下放下。对，有观众还有学佛同修就想请教您，老能不能就具体说现在人最应该放的头一个放下是什么呢？头一个放下财色名利这四大魔头。四大魔头，财色名利。全世界都这样吗？师父，大概不是这样，这是现在人就最爱啊，他的果报都在地狱，在上头啊，所以因果教育很多啊。这一次我们在巴黎看到，他们汉学院出了一本书，《善书八种》。善书八种。哎、啊，有一个小册子里啊，最新出来的是法文翻译中国道教的，像《感应篇》《因体文》啊，《观身谛经》的这些。在教会全是道教，全是因果教育，很好。我问他印多少，他印1000本，我就买了，大家供养我的钱，我就买了300本啊，分发给大家。你看外国人现在，中国人讲这是迷信，外国人认真在学习啊，很能启发人。因果教育啊，师父，他下边呢，这个北京代表团呢还有问题，我再读给您老。有人在听到师父老人家所讲《大经解演义》当中提到念佛的十念法，一念一句之前，已经学会了印光大师的一念十句，就是334念佛的方法。现在他采用静坐，以真诚恭敬心，一念十句就是334，不出声音。但呢，也以十念计数，念佛的效果呢，一般能够心地清净。那么这位同修用这种方法，至今已经有2年了，在实际生活中感到比原来有些聪明智慧。那么这位同修也曾经改用，老法师所说的一念一句的念佛方法，但是由于原来已经形成了习惯，那么试着改念以后感觉不习惯，又恐怕影响了原来的念佛效果，所以就没有坚持改念。那么请问老人家，这位同修是否应该改念，就是您老提倡的一念一句的念佛方法更好？这个没有关系，只要自己念得很欢喜很有受用，就继续下去，不要受外族人影响啊，念得上心地清净啊，不生烦恼，这就功夫得力。无论什么，最重要的要把握住一点，念不起来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这一句佛号把念头降服住啊，起心动念是我们的习惯，养成这个习气不可能没有，不管什么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念头才起的第一个，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就把它换掉了。
啊，这样子再养成习惯，念念都想念佛，这叫净念相继啊，这就这个就好。到净念相继，不一定到一心，净念相继，往生就有把握啊，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之处。法经节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听啊，尤其听现在讲啊，你们有很多老同学都体会到我这个讲的跟去年讲的不一样啊，年年不相同啊，听现在讲。师父，我们遇到有的那个初学佛的人或者还没进佛门的人，听到啊，看到很多同修这个手里拿着念珠，嘴里一直在念阿弥陀佛，他们的疑问是天天这样念佛，心里边就想着这句佛号，那人不是越念越傻吗？走路也不会走了，吃饭也不会吃了，待人接物也不会了，他们这个担心。他担心错了。担心错了。嗯，念佛的人越念越有智慧，他得佛力加持，越念越聪明，越念越健康。他不念佛的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他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十年之后就有很好的比较啊。我的好朋友很多，年轻在一起的同学同事啊，我刚刚学佛都说我迷信，现在看到我的时候都说你对了，你走对了，怕来不及了啊，现在都老了。所以念佛是越念越健康，越念越幸福，越念越快乐。而要不然谁念佛啊，得不到这些人，是刚才讲的，你有很多东西该放下的没放下，问题在这啊。我早年张家老师教给我一个紧念的方法啊，因为他教我看不放下啊，如果说我看过了放不下，他说没有放下你就没有看过啊，看过难，放下容易，真看过了没有不放下，不要人劝你自己自然放下啊，你还没有放下证明你没有看过，这个检验的方法非常好。师父，很多不学佛的人呢，包括一些企业家、一些政要，他们看到您老的光盘，首先特别羡慕您老的身体，87岁高龄啊，这么奔波，每天这么忙碌，有时候忙到晚上凌晨1点2点接待客人，还身体不受影响。那么您刚才讲就是念佛有好处，他们想请教您老平时是怎么念佛的。我遇到这些人多了，太多了，在国际和平会议上啊，去专家学者的时候碰到我，没有问题，第一你怎么样保养身体啊，都是这一句话，我就告诉他，第一个心清净，第二个吃长素素食。心清净吃长素啊，对对对对对，不错啊，这个第三个应该帮助的人，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我们有别的，就这三样。第一个就是你老人家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心清净，第二个吃长素，第三个尽力的去帮助别人，救苦救难。对，我帮助的方法就是讲经。帮助的方法就是讲经。师父，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领导在台上讲1个小时话，他都要倒下了，他累坏了。您老每天讲4个小时，没事情，什么原因呢？就是心清净，不要放在心上，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不妨碍。但自己认为我讲了4个小时，怎么不累呢？他当然就累了，想累就累了，不想累就是不累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您老说就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我们请教师父，就是您每次讲经结束之后，您的心空空如也，心里边是空空如也。对，因为我讲什么我不知道，包括讲经的人讲完之后，又问我讲什么，不行，我再打开那个录像，我来看看才知道。我们知道您老人家讲经已经到了55年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请教了，您老过去所讲的难道都是空空如也，都不记得了？对对对对对，你提起来我想到，不提起来不知道。但是我们发现包括各国的政要都向您老请教问题，您没有回答不上来的。也是没有念头答复的，心里空空如也，还能够全部都回答。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佛法的出身，佛法的奥妙。通过思考就不行，不能通过思考，通过思考落在意识。所以经书要读，不能一天不读，不读经书。用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自然，全是自然。但别人问的时候他回答都是自自然然。师父，刚才您老进来的时候啊，有好多的这个迎接的这个场面非常盛大。那么去年斯里兰卡对您老人家的这个礼遇也超过了国宾的这个礼遇，很多人连我们旁观者看了都激动，我们激动很久，是不是错了？按照您老说应该忘掉这些事。对，我是很感激，感恩这些，感谢。对，要向斯里兰卡学习。按照您老的教导，就是好事坏事都不往心里去，这是放下。只要把佛放在心上，这个很重要。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也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个北京代表团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再读给您老？他们说每天一心念佛，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感觉到《弟子规》的行为规范基础很不扎实，现在想重新来收看《弟子规》的光盘，又感觉一心念佛用道共戒也能使烦恼习气啊逐渐减轻，请问师父上人，是一心念佛呢，还是重新看《弟子规》？在这个情形之下，可以用一个星期专门学《弟子规》，不要长。一个星期啊，为什么《弟子规》是刑法啊？佛法是教理行功，哎，这个是生活教啊，《弟子规》要记住，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啊，这是基于根本的教育啊，非常重要。您就说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专学弟子规，专学弟子规，然后就是念佛。那没错，没错。好，我们现场的观众，好，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要提问的话，可以写在纸上。下面的提问是：尊敬的师父上人，弟子请求师父上人在此能否给弟子们做三皈依？我们现在这个讲经呢，祈愿共念三皈依，这个是强地老法师给我介绍，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啊。跟着我念三皈依，你就已经皈依啊。那么写信问我，
我会把皈依证寄给你。写信给你老人家。那我寄给皈依证。把皈依证寄给他。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首先感恩斯里兰卡的总统和国师的邀请，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亲近师父上人。在这个全民都推行佛陀教育的国度里，我们非常的受益。那么他说，师父老人家一生秉承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人家55年的讲经教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的圆满。那么这其中有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台上标题看到了安心，放在安身的前面，可是安心比安身更重要，身心不二。那么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这个安心呢要更难。那么请师父老人家能慈悲开示，把这个最难的放在前边呢，怎么做？念佛最好。我刚才已经说过啊，事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论好事坏事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宇宙之间最善啊，最善的最好啊，我们心上就放住。放久了，不知不觉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那么是变宇宙，变宇宙的，对，不错，跟语言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么师父啊，就是他学生可能要问呢、啊，你们都在讲阿弥陀佛，见面也在问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和这尊释迦牟尼佛有什么？通通一样，一样的，一样，名字不一样。一切佛都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梵语。它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光，都是无量寿，所以它是所有一切佛的通号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里头就用这个号为他自己号啊，这个号是通号啊，念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全都念到。那就是说我们在斯里兰卡，我是斯里兰卡人，我念阿弥陀佛等于念了释迦牟尼佛。没错，一样，而且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要听话。我是第一次到香港转经，常怀法师他学天台的，他那一句他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念阿弥陀佛，就有人问啊，问这个差别啊，我说他很坚持不肯念阿弥陀佛，我说释迦牟尼佛教我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就听话，那他呢？他不听话，呵呵，那就烦死了，我就骂你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好，呵呵，我们听话。尊敬的师父上人呢、啊，今天上午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还剩下最后2分钟，这个论坛呢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也想啊，在此地啊，这么难得的世界上很少有的女子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和学生，请您老人家慈悲开示，给他们一些这个祝福和忠告，他们该怎么学啊，怎么走这条道路。啊，是此地的校长，我们看到很多过去的校长的画像都在台上。对，把学校好好办好，把女孩子都教好，让女孩子的下一代的人都有圣贤出来，都有佛菩萨出世，这功德无量无边，这是拯救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啊，女子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女子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是教育的根。教育的根啊，这是我们对学校的期望啊，希望学校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典范学校。
您老人家希望此地变成世界第一个女子示范学校。示范学校。好，我们感恩孙上人，也祝福此地。好，我们祝福校长，祝福获奖的领导，祝福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学，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特别是佛陀的教导，佛陀的至真、至善、至美，那么我们就要更殊胜。我们从老师那里学来，通过六十多年的实验，证明老师的话是真的，没有欺骗。所以我每一天，我的摄影棚里面都供给供养的老师的照片。老师虽然都不在，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世世代代承传下来。祝福大家，祝你们有福呀！每个人都是无量寿，有恩德。谢谢你。好，感恩师父，阿弥陀佛。话筒，哎，好，好，话筒，老将，话筒，好，这是师父送给话，送给校长的，送给校长，哎，校长，请留步。阿弥陀佛。